由文化和旅游部、山东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于8月25号至29号在济南举办。主会场设在济南顺耕国际会展中心，设置非遗保护成果展、美好生活、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展等四个板块。分会场和线上平台将举办非遗服饰秀、曲艺展演等活动。